怎么样呢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，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就打你！啊，继续。普通。格挡是游戏中最重要的动作之一，早说嘛。剩一个敌人还在狂暴，抱歉没有看到。啊哦！啊！烫了，变烤西人了。啊，我要走，啊，我要往哪去？摔了我一屁股，加化一个纯洁灵魂。纯洁灵魂是无限的意思吗？以下号一，所以我再也不纯洁了。所以我应该从这边下来的意思。抱歉。这个阿波龙这个人做事是比较急躁了一点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太晚，可恶，气死了。这是什么电玩牌？还有谁？我想说要练一下那个反击，看来这不是很好的练习敌人。
美葵吃吃吃。刚刚吃的都赔光了，还没有抓好那个时机到底在哪里。有埋伏，这是什么？这边可以干嘛？不能干嘛？另外一边什么？就捡这个而已。而且这里也太黑了吧，大哥。便可滑下去。是，啊，才玩过就忘记吃这个要血值。抱歉，我比较笨，我比较不会打电动。打电脑。如此呢，大家。差不多了。啊！啊！呼！
拉木，卡拉木酒又攻上。他都爬得了那么高的墙壁，却爬不过这一道墙。谁变银人？变银人就这样死了。摔断我的狗腿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还搞完溜溜球啊。啊，不就刚刚那里吗？然后呢？去哪？这里好像挡住了，对不对？过个门搞得这么麻烦。
按错了，抱歉。啊！还想阴我？还有谁？这个直接吃了就不会传送了吧？上来。让我吃一顿。不是不对不对不对。完美，哇哇哇，抱歉，我以为下面有，看错了。你知道阿波龙这个人记性不太好，有时候犯过的错还是会重蹈覆辙的。不要趁我插人的时候插我好不好？店面先咬一口再说。不是对。亮光旗，还敢玩溜溜球啊？
哇，谁呀？不管了，听笑。先活命再说。啊，烫了。大师特殊。怎么那么好吃？等你、啊。还走那么久，只走到这边而已。哎，不是不是，小鬼，不叫不叫。阿波龙心想：一起来攻沙桥。一脸看到白痴的样子。Here, disgusting.德吕阿德是女皇，啊，我要怎么打？赛，过来，不要跑。别跑！过来！过来！不要再飞了，受不了了。
还敢玩啊？见面就开吃。这位才刚跑出来而已。黄爸爸，哇，他人真好哎！德吕阿德斯王国 A 级，总算有 A 级，100万。卡拉姆，佐克罗达德，泰坦，什么狗屁王国？先精通防御，再加强您的攻击选择。哦、oh。